实在够 match magic， 哇！今天来到这个店不厉很厉害、啊，不厉害、啊，非常厉害。因为你有没有吃过江南菜？台北好像有一些吧，有一些嘛，带死老公的开的嘛，对不 对？那个，我跟你讲要吃道地的江南菜，来到这个地方，它的这个你看它装潢美轮美奂，我跟你讲，挑这么高，挑高，这个用餐环境多舒服 啊！而且整个是韩剧的场景，而且是用玻璃窗来做一个这个隔间啦、啊，所以整个太阳可以这个照射进来，吃饭的时候心情会特别好。对，我们赶快去参观一下，听说这个设计非常特别哦。走。位在台中文心路的这家店里，挑高的建筑、白色调的装潢，加上包厢式的座位，整体看起来相当的高雅。听说店内的主餐是传统的江南菜，加上火锅的创意料理，听起来还真的是很特别呢。你看看，还有干冰，感觉像自己好像是仙人啊，成仙了、啊、哇！好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我们的五样前碟，就是前菜。前菜。那我们的主题其实就是梅兰竹菊。梅兰竹菊，对。哦，不是春夏秋冬吗？哦，这感觉上有想要打麻将的感觉。八台嘛，对不对？八台哇，有平常有在打，对不对？梅兰竹菊是绿，一个是古菊。哦，所以说。梅兰竹菊，对哦，那我们要尝看看，对，来，这个是什么？梅枝蜜莲藕，梅枝蜜莲藕啊，是江南的一个名菜哦。哎，好香，你们看看，是白河的莲藕，哎对，它要蜜8个多小时，哇，有这种口感，那个吃的很清脆，那个甜是自然散发出来的甜，对，而且是那蜂蜜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蜂蜜好好，蜂蜜很香哎。这个是现在其实在上海很流行的紫芋泥。哦，芋泥啊，紫芋，就芋头地瓜。哦，芋头地瓜是底下是什么？腌萝卜。哦，是腌萝卜，你看到没有？只要你在杭州每家餐厅，它一定卖腌萝卜。是两个夹在一起吃吗？你就可以吃出它的。这给你看看。哇！好特别哦，好香哦，是弄带一些大地的味道。那个好像在泥土中翻滚。对，那哇，你好会形容哦。哇，小钟哥啊，你们吃前菜都吃得这么过瘾，可别吃太饱啊。这家的料理重头戏可是在主菜哦。哦，接下来用炒的。对，它有余温。那个也是，那个是金针菇还是牛蒡呢？它是金针菇。为什么金针菇这么细啊？炸过，哇！你看看，各位观众，哦，好香哦，哇，好吃，我觉得比刚刚那个，你这是奔腾什么？雪花牛，奔腾有奔腾的感觉。还有，我先跟各位介绍这个糖醋鱼，这好美哦，它这是糖醋鱼，这不是蛋吗？白豆腐，不是炸碗蒸吗？对。它外面是豆腐，但是里面是鱼。那我们现场其实是让客人自己画。而且你看它的那个调味酱的盒子很特别，也有像那个以前我们那咳嗽糖浆的，全部都是糖醋酱。那口味上差别在哪里？一个红色它是日本梅汁糖醋酱，梅汁，然后黄色是黄甜椒糖醋酱，绿色是绿薄荷糖醋酱。哦，那白色呢？白色就是那个凯撒沙拉糖醋酱。哦。哦，有点像我们去石门水库吃那活鱼三吃那种糖醋的味道。对，特别。吃完了主菜，可还没完呢。主厨说还有台中才吃得到的锅物在后头哟。我跟你讲，这么特别的锅就来台中吃得到，台北吃不到那么特别的锅。而且你看，南瓜咸蛋锅，你有没有吃过？没听过。这看的，你看看这个牛肉，你看看，哇，这个蘸酱也很特别，对不对？这蘸酱里面是什么？我们把沙台酱改良成比较中西合并的方式。哦，中西合并。看看，跟一般沙台酱味道其实不太一样。很香哦。对啊，有肉燥的味道。对，有肉燥古早味，那红葱头。哦。红葱头的味道。嗯。跟一般比较不一样。就好像可以，就是雕粉雕米那种。白饭直接倒上去这样。就是说，哎，哦，真很烧哈。对，真的很烧哈。哦，真的很烧。哦，吃了都会发烧了。嗯，好烧哦。你对象不应该是我。哎，这汤头是真的是有真的不得了，有很特别，这个要熬很久哦。要熬很久，
要是要货真价实。任何东西丢到这个汤头里面都变美味，对，都吸满。而且你食材新鲜的话，进去的话，完全那个汁，哎，你吃一个这个，哦，它特别的。你说这个紫色的，对，嗯，你来吃一下。地瓜，这是地瓜。对，芋头地瓜。哎，我觉得来这边吃很过瘾。先前面热炒的，然后梅兰竹菊先把味打开，开胃，然后热炒在现场在你旁边炒给你吃，然后就再配上那个菜饭，对，上海菜饭是一个一大幸福，然后最后享受。配上这个汤头，然后随时这个一些新鲜的食材，什么东西放进去，一直加一直喝。我跟你讲，刚喝这一锅汤，我觉得就值回票价。吃完所有好吃到停不下来的美食，主厨推荐再来一杯饭后醋帮助消化，这样才有办法吃最后的甜品。看这两道甜点，一个冰山豆花，充满浓浓的奶香味，搭配带点苦味的抹茶冰淇淋，吃起来甜而不腻。再来一个乌梅庆冰。乌梅的酸加上水果的甜，在夏天饭后来上一杯，真的是好享受哦！我跟你讲，这一餐吃下来真的是很划算，而且最主要是什么东西都有，而且又养生，最主要口感很好，而且还有人专人在旁边帮你现煮。我跟你讲，现煮的是最正点的，而且东西又好吃，热腾腾的端在你旁边，这个装潢又这么优雅。如果不小心还遇到他的话，就先躲起来。好不好？给你打个折。如果哎、欸、来遇到你的话，有不折扣。有坐台啊，好坐台。对对对。哎，你能够找到像他这样的坐台，这样你很难的。对啊，好不好？那谢谢你了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